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勇冠前朝》。大盘又大跌了400多点。那我跟你说过，其实这整个盘来讲的话，它没有不会涨，不会只有涨而没有跌的盘。所以来讲的话，有涨有跌，这才是个整个趋势盘。那么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整个大盘来讲的话，涨了2000多点，它当然要回撤一下。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该怎么看。其实大盘来讲的话，加权指数受到收敛整理格局，受到前指股 F4 回档的影响，台股北股市拉回修正。那么之前来讲的话，它拉回2天后就横盘整理，那持续过高。这一次我认为来讲的话，它应该不会那么快，也就是说它可能要稍微震荡时间比较久一点，才有利于未来的多方的行情。那么各位，其实为什么台湾的台股会那么强，主要原因有几大项。第一个，未来美股的话，大选年，我想拜登跟那个川普之间的战争，美股应该也表现不会太差。第二点，那么来讲的话，我们国内的外销订单优于预期，拼逐季增，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外销订单持续的看好来讲话，台湾的基本面还算是不错的。第三个重点， FED 鹰派力挺12月降息，会不会提早降息，那影响到他们一个热钱的一个作用力。所以来讲话，如果他提早降息的时候，或许对整个全球经济来讲话是不错的。那么以这几个面向来讲话，台股呢还是属于一个多方的一个控盘，只是基本面比较好。但是呢，各位，涨多了，当然要做拉回修正。那之前来讲话，这边涨多了以后 ，OK， 然后休息3天一晚以后，横盘整理就持续过高。那未来看一下，应该表现不会那么快。你说这整个行情来讲话，这整个行情，你有各位看过大盘是这样涨的吗？应该很少见。这是什么？跟哪只股票非常的相像？各位看这边，2330的台积电，你一生中应该很少看到台积电是这么涨上去的，可以涨到900多块钱，而且非常快的速度。这是谁的功劳？当然是外资的功劳，功不可没。那其实整个来讲话，当它调高目标价的时候，其实它隐含的，它快到的时候，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到，意味着它就要拉回修正整理。通常来讲话，股票要一波一波到底的时候，它要一次涨到足，否则的话它会来回的修正整理，后续才有机会过高的机会。所以整个盘面来讲话，未来这个股票如果台积电拉回完以后，回补稍微缺口以后，多方控盘的时候，在持续往上涨的时候，我想会符合外资的目标价。所以投资朋友不要太担心的股价，你如果你害怕你手中股票的话，其实你可以加我们的 LINE， 我帮你去分析你手中的股票，非常重要。那么其实未来的话，9月份半导体展直接要登场，规模创下近期的新高。那么来讲话，我认为来讲话，8月份台股之前应该就会有表态了，这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来讲话，整个盘面来讲话，可能6、7月份稍微做拉回修正整理的时间，整理时间不要太长的话，后续来讲话，半导体展有机会再屡创新高，这非常重要。那么我之前跟你分享的股票来讲话，很多股票今天大跌400多点，还是没有跌。所以我跟你分享过，各位，台积电矽光子族群加 CPU 概念股高歌，所以矽光子跟 CPU 族群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重要？同退关进，让很多的一个技术的更新。那其实矽光子概念股的话，重启涨势，同退关进是个趋势盘。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最主要原因说，以为是以前是铜线去做一个传输的一个动作，现在用光的话，其实比较快。那么省功耗、降成本，成为显学。来讲话 ，Intel 注入这一方面。那么我跟你讲过，矽光子族群 CPU， 因为林林总的股票，很多股票都非常的飙，光盛。那么其实来讲，各位 ，Intel 供光通讯来讲话，充斥矽光子跟 CPU 商机。当然来讲话，很多的矽光子当然上涨以后，它就会拉回修正。我是强调这一点，这是金融市场的一个生态学，也就是说，涨多了，自然而然的就会修正整理。那为什么有口诀说，哎，拉回早买点？所以来讲话，大盘各位，大盘涨多了，当然要拉回早买点。当时候如果你是做期货的话，你应该是赚的非常多，因为它几乎都是一个趋势盘，选择权也大赚，基本上来讲都是会让你大赚的股票。那现在讲话，我认为震荡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跟大家持续的一个分享。好，那么各位跟大家分享，光盛。好，4月30号跟你
报告光胜六四四的光胜有机会续强。好，那我们看这边五月二号跟你讲光胜，美国基础建设股价创下近期的新高。那么五月三号的时候，今天来讲话还是上涨了1.1%。OK， 好，那么 CPU 的光胜五月二号跟你报告完以后。跟你报告完以后，就是跟你直接来讲说，哎，直接创下近期的新高，涨幅大概98%，大概接近100%。那这里跟你分享的，这里跟你报告的哦，各位，跟你报告完以后，大概159块钱，这边涨到这边快接近300块钱的，所以你不要这时候来问我老师可不可以买，这其实是风险比较大。当然，如果你要买的话，你要自评自己的风险。所以，投资股票来讲的话，你要记得在这个时候去做买进，在。低低的时候买进，然后高点呢就慢慢的去做一个逢高做出脱，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你要跟着我们操作。那为什么呢？我很早都跟你分享的，五月二号就跟你分享，在这个地方光胜 ，OK， 跟你报告完以后，他就直接横盘震荡整理。你觉得不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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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来讲话，近期创下近期的新高，屡创新高。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主流？是的。如果一个股票成为一个市场这样的显学，成一个主流的时候，自然的它的股价走得比较快慢一点，慢慢涨，慢慢涨，慢慢涨。当然讲话，它前面的洗盘非常重要。通常来讲话，这时候如果说你这时候买进的，很容易在这个时候1个月的时间在震荡洗盘的时候，你可能会受不了而做卖出。所以有时候股票而言，它如果是长期均线走多型的股票，你要把握几个大原则。它横盘震荡整理的时候，你就可以要不要理它，不要理它，不要理它，不要理它的时候，或许后面的大赚你就有机会赚到非常好的一个价差。那其实进入投资市场来讲话，很多的投资的朋友其实都是赚的是价差。从台积电200-300块赚到900多块，这个价差大家都很喜欢赚，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其实都是赚一个价差，是你放的比较久还是放的比较快。如果你是放的比较久一点的话，可能你长期的报酬率非常非常的高。那如果说你是属于短线价差的，喜欢飙股的投资朋友，其实来讲话，短线就一直飙，一直飙，飙到完就结束了。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你要记得。很多的时候就看你个人的属性，没有错。大盘在这边的时候，一定会做拉回修正整理。我上个礼拜跟你说过，台积电要涨4位数，可能最近要等等的。我上礼拜应该有这么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它回档修正的时候，我去马上就跟你分析了。那股票来讲话，它自然的它就会做回档修正，因为不太可能它到900多块的时候马上立马送过去，然后就到那个目标价。其实它会来回的震荡洗盘，震荡洗盘最大的原因就是把筹码洗干净。因为这边来讲话，很多投资朋友跟上车的投资朋友，我想台积电应该赚的非常非常多。当然讲话，它要震荡洗盘。洗到最后的时候，让大家觉得说，哎，它还有机会的时候，才有机会去屡创新高。当然讲话，我曾经跟你分析过的股票，有档股票很常常跟你分析，各位，鸿海。我3月19号跟你分析鸿海的滴滴的130几块，跟你分析鸿海。3月20号的时候稍微上涨1.47%。好，那鸿海呢，最后呢，其实在外资的买超之下的话。还是创下近期的新高。那么跟你分享鸿海的时候，其实它整个股票来讲话，涨到了217元。各位，我什么时候跟你分享的？我看这边136元，基本上来讲是创下近期的历史新高。完以后，它横盘震荡整理以后，这个地方217元。所以鸿海它创了这么多新高，其实郭董事长其实可以退休了。那整个盘面来讲话，我跟你分析的非常清楚。他在这个边来讲话，创下近期的一个高点完以后，他就是一个超过一个关卡价，关卡价超越以后，他自然的就会做拉回修正整理，持续创下新高。所以鸿海的股票你也看得非常仔细。什么叫多方型的股票？好，我看这边。好，那多方型股票来讲话，自然的它一定是一个趋势向上走。它有时候会拉回修正整理，拉回修正整理，但是它会屡创新高。所以我想大盘一样与未来的走势，如果说量能没有爆出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拉回修正整理，创新高以后拉回修正整理，创下近期的新高。
所以股票而言的话，只要能够把握几个大原则，它是个多方趋势盘。在一个多方趋势盘里面，很多的股票其实它会涨得非常非常快，涨得非常快的时候，你要把握几个大原则，它就是一个强势族群。在强势族群出现的时候，你要把握它如果往上涨的时候，它价差是最好赚的时候。当然如果你有任何鸿海的一个目标价，如果你喜欢鸿海的目标价的话，欢迎加我们的 Light， 各位欢迎加我们黄老师的 Light， 贺康东底加。你有什么持股上的问题，其实你可以加 Light 跟我来询问。然后来讲话，各位如果喜欢鸿海的一个目标价，你不知道目标价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加我们的 Light， 我来把资料送给你，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要把目标价送给你呢？短时间目标价就在这个地方，未来目标价在提高呢，就看未来的走势。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只要能够保守几个大原则，先把第一目标价先设定好，那后来呢，后来再决定说它是不是可能到第二目标价。因为股价来讲话会可能会屡创新高，大家讲话它涨多了一定会进入修正整理格局。所以来讲话，各位台股四个利多，拉回就是买点。那拉回就是买点，主要原因就是说很多的机会，台股现在是比较多方走势。毕竟 AI 在伺服器里面，在台湾就是真的独一无二、独一无门的生意。那这门生意来讲话，它是独一无二的。它为什么会这么在台湾的一个供应链做失作呢？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不受红色供应链的影响。只要你的产业没有在大陆投资的话，我想你的产业可能回来台湾投资的时候，你的产业的基本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那么上个礼拜我跟你分享过的，我国被动元件产值的话，前两个年的话都是负的，今年来讲话由负转正，这是个关键进价位。当然，在 AI 热潮之下，电动车加持下，被动元件有望终结连二黑。当时我跟你说过，被动元件可能就是未来稍稍的一个买点。那我跟你说过，被动元件概念股，裕邦今天创下近期的新高 ，OK， 天元科技今天也创下近期的小小新高，所以我都跟你说，被动元件这上礼拜就做好了股票。那其实我都反映着未来，把你把股票先找好。那你如果早点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你可以早点上车，非常重要。所以各位加我们的 LINE 重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那么各位跟上黄老师，来得越早，你会赚得越多。那其实天鹅科技我很早就跟你分析了，我们看一下5月20号就跟你分析。5月20号，天二科技，那被动元件的天二科技创下近期的新高。那么各位分享完以后，第一线大厂认证，那创下近期要涨停板。OK， 6月11号涨停板。那我们看一下天二科技6834，他也在讲话，创下近期的新高，往上做一个缓涨动作。那么我很早就是跟大家分享5月20号，我们看这边5月20号，好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这边，在这 OK， 5月20号。跟大家报告完以后，它是不是横盘震荡整理以后就飙出去了？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主力还没有把筹码洗干净的时候，自然的它就会先做洗盘的动作。那如果主力已经洗盘洗好的时候，这样子的话它涨幅会比较快，就是说它可能就这样进去以后就直接飙上去了。那如果主力还没有把筹码洗好，它会来回的震荡整理，后来就飙出去了。所以总而言之它就是会飙。所以每档股票会飙股票来讲话，你要只要把握几个大原则，它是不是在一个基期比较低的地方，它往上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幅度，当有一个幅度出来的时候，自然的你的股票就是买对了，它的涨幅就会非常非常大。所以来讲话，最后其实来讲话，大盘呢这个时候应该说很多地方说，哎，你手中的股票终究会拉回，你准备好了吗？其实大盘一定会拉回，你的个股也是会拉回。那拉回的话，你要记得几个大原则。第一个，拉回以后找到相对性的买点，这非常重要。那你拉回的时候，你也不要太早的要跟着我们操作。为什么呢？基本上来讲，拉回有时候拉回时间比较久一点的时候，你可以买的低低的，那后来往上涨的时候，你可以赚得非常好的报酬率。当然来讲话，有时候拉回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快。如果以大盘来讲话，之前拉回就是拉回一两天而已，就直接就攻出去了，就看这几天的表现。如果它大盘来讲话，这一两天还没有做一个止稳动作的时候，或许它就要做花点时间做个拉回的修正整理。
等到整个盘势比较强的时候，自然的它就有机会去做一个过高的动作，所以你不要紧张，现在其实不用太紧张。整个盘面来讲的话，已经是属于一个多方型的控盘，在没有爆出相对性的大量之前，我觉得来讲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谢谢各位。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我的节目现场，各位想赚钱的话，从现在就开始。其实来讲话，整个大盘的机会就是拉回，在拉回的话，找到相对性的买点的时候，整个盘面的话，它会往上再做一个往上飙动作。那其实整个盘面来讲话，你要记着几个大原则。第一个，如果说它能够没有爆出相对性大量的时候，或许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持续往上涨。那么我们看这边，其实各位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货柜三雄的概念股，还有印象吗？其实如果说你在当水手，记得来找我。那我那时候跟你讲过万海跟阳明这边，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万海跟阳明。其实来讲话，这支股票以前来讲话，它涨得非常非常多。什么意思呢？它以前在200多块掉下来的时候，其实之前非常非常的热门。我的意思就是说，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当一个行情，当几个股票在当时候那个区间里面真的非常热情的时候，你就稍微要小心的。所以说，有时候股票来讲话，只要能够大家还没有非常热情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股票还是会害怕的时候，其实整个盘面还是有机会微幅的过高。万海之前在200多块的时候，它涨得非常非常多，后来拉回修正整理，就是修正的非常久，到42.7的时候是相对性的一个低点，没有错。所以我跟你讲报告，就是说，在一个好的股票里面，如果整个行情像之前在2010年的时候，万海涨那么多，还加上阳明，我们看一下阳明，好。阳明也是之前从100多块掉下来的 ，OK， 直接往下掉。那大家那时候想到，哦，当水手非常好赚。那其实来讲话，就是整个趋势对的时候，当什么都好赚。当然趋势不对的时候，你就要稍微做一个修正整理格局，就是我给大家报告的地方。那么其实我跟大家报告那么多，其实有机会就说你必须要知道说，懂得自己去做调节，这非常重要。那么我跟你讲光胜，各位。从5月2号讲完以后，这是给你买的时候，后来涨到这边6月21号的时候，6月24号其实也创下近期的新高。所以我跟你报告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好的机会。刚才讲话，你要跟上我们的脚步非常重要。刚才讲话，分享，各位，我们分享 LINE 给你，就是说，请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有任何的问题，加入黄老师的 LINE， 喝康东底加。那为什么分享光胜给你的时候，在5月2号，我跟你讲的时候，其实你或许不相信。
你唔使唔相信讲，这个也 keep 呗，那些后边来已经 keep 足济啊。所以来讲话，其实很多次是机会，就是我们的 light 就好的股票跟大家持续的追踪。那么追踪股票的时候，其实很多股票在一个操作里面的话，你不懂怎么操作，其实你可以用 light 去询问一下我们的我们的团队。那基本上来讲，你就有机会赚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差。在光胜的159号跟你讲的时候，其实涨到这边来讲的话，涨得非常多，涨到300多块钱。那其实很多股票，其实我都有跟你说过。来，我们看这边大摩，手机边缘的 AI 时代来了，看好光学双雄。当时我跟你讲那张股票，你还有印象吗？好，5月14号跟你讲玉晶光布局 VR 二码产品有成，而取的苹果潜望镜镜头，第三季、第四季我忘记。5月14号跟你讲完了，现在多少钱？以前是488.5元，3406。好，现在讲话已经到了大概是662块了。OK， 好，各位，我们400多块跟你报告以后，488.5元，现在呢已经639元了，644元，是不是？来讲话，我没有天天跟你讲。但是呢，重型的股票就是会有机会天天涨。在大盘跌了400多点的时候，我们的股票还是有机会再做一个创高的动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为什么选股非常重要？在一个好的股票里面，如果选股对的时候，它自然的它就会有高的机会创下近期的新高。所以虽然玉晶光这时候真的是搞得很非常的人仰马翻，基本上来讲，这个时候叫做主力在筹码在洗盘。洗盘以后冲上去的时候就是主力在做价了，所以有时候来讲的话必须要知道说主力要做价的时候它有几个大原则。第一个，它一开始跳上去的时候直接创下近期的新高往上涨的时候，表示主力筹码洗好了。在筹码管理来讲的话，投资朋友可能比较不了解，但是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说它的股价的位阶性比较强性格局。那么如果是主力还没有把筹码洗好的时候，就像玉晶光一样，它会来回的震荡整理，震荡整理完几天以后，他才会有机会做一个作价行为，所以就是很关系他筹码的因素。如果筹码好的时候，自然的他就有机会是屡创新高。那么玉晶光来讲的话，跟你分享过后，各位488.5分享完以后，各位他现在涨到了662元的 ，OK， 真的35%。那其实他涨幅不会很大，如果你有大资金的话，其实操作重型的股票也操作比较安心。放心，那你有安心放心在操作高价股的时候，其实你赚钱机会比较大。毕竟来讲的话，它也是慢慢涨慢慢涨涨上去的，所以会涨的股票只要能够几个大原则，它是不是一个主流型的股票，在一个主流型股票出来的时候，自然的它就会涨得比较慢。涨得比较慢的话，对投资朋友是比较有好处的。为什么？因为来讲的话它涨得比较久，涨得慢就涨得比较久一点，慢慢涨慢慢涨，当然涨得不知不觉中直接可能就500、600、700、800上去了。但是来讲话，如果涨得比较快，像这些小型标股一定被你抓到说，哎，这个是股票非常飙，那飙完可能过完就没有了。所以来讲话，很多时候来讲话，你必须要几个大原则，你要知道说它是涨得比较快涨得比较慢。当然来讲话，跟上我们的黄老师来得越早，你会赚得越多，非常重要。我跟你分享玉晶光，在这个地方分享完以后，OK， 400多块钱分享到600多块钱的，它慢慢涨，慢慢涨，慢慢涨。我还是有时候不定时的跟大家直接的报告，为什么？因为它股票就是会涨，会涨股票其实都是一个样子的，也就是说，富士 DNA 在每档股票里面，富士每档股票直接上涨的规格，只要能够维系它一个多方式的格局的时候，或许它就有机会屡创新高，非常重要。所以各位加入我们的 Light。你有任何让持股的问题的话，欢迎来电洽询或者跟康东李家。那其实股票大盘的时候会做拉回政策，那拉回其实是找到一个相对性的一个买点。当然讲话，你手中股票的话，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做买进的话，其实你可以推出个持股诊断，你把你的股票代号、股民、买入价给我，张数给我，我会给你一个诊断建议，非常重要。那主要原因说，因为大盘这时候大稍微做拉回政策，会做拉回，拉回的时候，如果找到相对性的买点的时候，自然的转折往上的时候，出现微笑转折的时候，自然的它就会往上走了。所以大盘来讲的话，它其实很多机会出现转折的时候，它就往上走。OK，
出现转折的时候，它就往上走。那未来的话也是一样的意思，如果出现一个大的转折的时候，它就有机会做一个非常好棒的一个往上走的行情。所以各位，当然鸿海，我跟你讲过鸿海，从136介绍到这边呢200多块钱的，它也非常非常快。所以来讲话，你不要这个时候问我老师可不可以买鸿海，千万不要这样问我，这样其实你的风险会比较大。那么其实很多次股票来讲话，我都有提前跟你报告。那很多股票来讲话，其实都我们都买的比较低低的。OK， 跟大家分享完以后，那么天鹅科技来讲话也是跟大边5月20号跟你分享完以后，这边涨这边涨，慢慢涨也涨到大概60%以上的。所以有时候股价来讲话，你千万这时候不要被什么框架住，各位。千万不要被指数框架住。我曾经在大盘在20000多点当中，不要被指数框架住。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指数框架住，说你没有办法去操作，好好操作股票，你会很怕、很怕、很怕。那其实来讲话，这是台湾股民有时候最好的机会，他会做拉回修正整理。修正整理完以后，如果是多方趋势比较强的时候，自然的转折出来的时候，它还是有机会屡创新高，这非常重要。所以各位，这礼拜我们推出一个持股诊断，你把你的股名、代号、买入价、张数给我们，我会给你一个持股的诊断建议。以上就我分析，也谢谢大家收看，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